好，这节课我们讲广义积分。广义积分，就是因为我们平常都把我们自己限制在有界级上的积分，但是我们想要定义一个开级的积分，我们怎么定义呢？我们看，假设呢 f 它在 A 上是非负的，那它的广义积分就被定义为 supremum of 所有的 d。这个对 d 进行积分，其中这个 d 呢是所有仅可求常子集，那么如果它这个上界存在的话，那我们就将这个上界定义为它这个开级的积分。那么如果它是任意的这个连续函数呢，我们定义两个这个函数，然后呢这样子呢，当它在 a 上这个积分存在的定义呢，就变成了当这两个积分在 A 上都有积分，因为这两个函数呢它们都是非负嘛，对吧，根据他们的这个函数式的这个定义，然后呢再将它积分定义为这个就行了。那么这就是广义积分对于在开级上做积分的这个操作。那么问题就来了哈，这是我们积分的定义，看它是连续，那就定义成这个，如果是任意的，那就定义两个这个函数，它存在当这两个存在。好，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呢，我们现在一个 convention 就是说什么，当 A 如果是开级的话，那就将它定义为这个广义积分。好，那么现在有一个引理呢，这个引理呢叫做任意开级都存在紧致耗尽Compact exhaustion， 就是说看这个引理是什么意思，他就说如果它是个开级，那么就存在一序列的这个仅可求常子集，并且呢它的 union 呢是 A， 并且它们满足这样一个关系，就是它每一个 cn 呢都被它之后的那一个呢给包含了，包含于它的内部，就比如说你有这个，然后呢你有一个新的仅子集，它的内部是包含的，然后又有一个新的呢是这样子，然后呢这样子一直上去呢，它整个呢是覆盖了 A 的，它每一个覆盖是包含了 A 的。好，这意思就是说对于任意的开井都存在一个紧致耗尽。那么这是lemma 15.1， 我们有个道理就是说如果它是紧致的，并且呢它是可求常的，也就是说 F 从 C 到 R 它若是连续的话呢，那么它的这个相级呢就是有界的，既然它相级有界的话，那么它就存在，对吧，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根据 14.2 的 F， 如果有函数它是连续有界函数，并且呢你在这个可求常级上做积分的话，那么它就可积，就是一个 note。 好，那么对于 lemma 15.1 呢，我们要怎么证明呢？我们先看一下 idea 15.1。 哦，在之前呢有一个引理，就是说我们定义呢 dxb 呢就是一个 x 和一个集合的距离呢是它与所有 b 里面的距离最小的那一个，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发现了 dxb 呢其实呢就是一个连续函数 continuous function of x。 为什么呢？那么你们看一下证明哈，这个证明就是说对于任意 xy 呢和任意的 b 呢，我们都有 xb 减 xy 呢小一点于这个，我们两边减上 xy， 对吧，这个小于等于这个，然后两边再同时减上 xy， 这个序的保持不变，然后这一边呢你再用一下三角不等式，你得到这一边。 OK， 那时候你再 rearrange， 你就因为它是对于任意 y 的嘛，所以它都小于等于它对于任意 y， 那么呢你就有了这一步，有了这一步呢之后你再把它移到那边，就有了下面这一步，然后呢你再 interchange x and y， 你就能得到这一步，那么它的连续性就异正了，对吧。那么我们这个任意开级存在一个 compact exhaustion， 这个怎么定？
怎么证呢？就是它的思路呢，就是我们用这个引理呢 ，dxb 和 dx0， 然后呢将 b 记为 a 的补集。那么我们考虑一个这样的集合 dn， 它是 x， 它是所有的 x， 其中呢，它和 b 的距离呢是大于等于 one over n， 同时呢，它和0的距离呢又小于等于 n。那么这个条件给出来意味着它是在包含于 a 的，对吧？因为如果它不属于 a， 它是属于 b， 那它和 b 的距离就是0了，对吧？那么它小于等于 n， 其实就是说它 contain in the cube centered at zero radius n， 就是它存在，它是在这个，它是在这一个里面的，好吧？那么 ，OK， 有了这个集合呢，这个 dn 呢，首先它是包含于 a， 并且呢，它又是有界的，对吧？当 n 趋于无穷的时候，这个是不是趋于零？对吧？这个呢又趋于 无限大。也就是说呢 ，dn 这个区域呢，也就是说 dn 它离 b 越来越近，并且呢它 gets larger， 对吧？因为它变得越大 to cover a。所以呢，要证明这件事呢，我们首先利用 a 是开集，然后呢再利用阿基米的原理就可以了。好，那么根据我们的引理呢，这个函数是连续的，对吧？那我们几行字呢，几行话呢，就能证明出这个 dn 是个锦集。dn 是个锦集，然后呢我们再证明 dn， 对吧，是它有这个包含的这个性质。那么为了证明这个呢，我们只需要证明什么呀？我们只要证明 dn 它包含于某一个 dn 加1的这个，你看明白，就是说 if dn 它是个 subset of 某一个 dn 加1的开子集的子集，如果它是dn 的某一个开子集的子集，那么就已经充分的能证明说 dn 是它的内部的子集。那我们现在定义，为了证明这个事呢，我们只要定义一个新的集合 an 加一，然后我们发现哦 ，an 加一是开集，同时呢，我们根据观察呢，我们观察有这个性质。好，但是呢，我们需要它是可求长集，对吧？那么可求长集呢，我们再继续构造可求长集。对于任意的 p 呢，因为对于任意的 p 属于 dn 的话，它就属于 dn 加一的内部，那么这是个开集啊。你考虑它的领域，对吧？你考虑它的领域，然后呢，你再利用 dn 的紧致性，你得到一个有限开覆盖，你再把 cn 呢定义为它们的并。好，那么这个 cn 呢，它就是紧并且可求长。然后呢，它满足这一个性质，所以呢 ，Cn 呢，它就 cover 了 a， 那这个就得证。那我们现在来正式写下我们这个证明。好，我把这抄下来吧。这样抄下来。喂，真铁。这样。好。那么我们考虑这个 dn， 因为什么呀？因为这个 ，bn，one over n 这个，还有这个集合，它们是什么 ？close， 它们是 b 集。那么 dn 呢 ？d 是 continuous， 同时呢 ，d 是连续函数，对吧？那么你这个是个连续函数，并且你考虑的是这个，对吧？那么意思就是说什么呀？就是这个 d 负一，这个
对吧？再交上 d 负一的这个，就这个形式上的这个原项，好吧？形式上的这个原项，对吧 ？d 是连续函数，连续函数如果是个 b 级，那它的原项也是 b 级，对吧？它呢等于 dn， 那 b 级的并 b 级的交呢还是 b 级，也就是说 dn 呢是个 b 级，对吧？你说 dn 它是什么 ？d 是 b 级，同时呢它肯定是一个有介级，对吧？因为你这个已经充分的能说明它是个有介级的，更何况你再加上这一个条件，那它只能是这个有介级的一个子级了，对吧？好，那么也就是说 ，dn 呢是个锦级，因为我们讨论的呢是这个 Rn 上的这个度量拓扑，那这个度量拓扑呢，我们要汉一博尔，我们就能推出来这个 b 级与有介级呢就等价于锦级。好，那么同时呢我们有什么 DN是 A 的子级，对吧？ DN 是 A 的子级，因为我们有，对吧？我们有这个条件， DN 是 A 的子级。好，我们现在要证明什么？这个 DN 呢它是 A 的一个开，它是 A 的一个覆盖，不一定是开覆盖哈。好，那么我们就，先这样吧。A 是开覆盖，那么对于任意，也就是我们对于任意的 x 属于 A， 因为 A 是开级，对吧？那么又就是说什么呀？A 是开级，同时我们有它与 B 的距离肯定是大于零的，对吧？为什么呢？这步可能要我再稍微说一遍吧，因为 A 是开级呢，也就是说你存在一个 neighborhood UX。U 属于 A， 那么也就是说 ，dxb 呢，对吧？它要如果和 B 要有距离是，它要有距离，那它首先得必须得什么，要跑到 U 以外才行。那么你这个 U 是个零域，对吧？那你这个想一想就知道它的距离肯定是大于零的，因为你存在一个零域。你有一个 x， 你存在一个零域 u， 假设是你的 a， 外面都是 b， 对吧？你要是想要跑到 b 的话，你首先得突破这个 u， 那你突破这个 u 的你距离不可能是零，因为你是完全的包含于你是这个开零域，对吧？好，那么。它大于零，那我们用阿基米德原理，存在一个 n， 使得什么呀？小于等于 b， 同时呢 ，dx 零小于等于 n， 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呢，这个 x 和零，它肯定有一个距离，对吧？就是这个 n 得变得足够大，它才能小于等于它。同时，它要再变得足够大，才能有这个条件。那你让 n 变得充分大，你用这个阿基米德原理就可以得到这个，好吧？好。那么，这代表了什么 ？x 就属于这个 dn， 对吧？那也就是说什么呀？这个 dn 呢，是包含了 a 的。那么这个证完了，我们再去看这个，我们要看满足这个，对吧 ？No， 我的天哪
Root and proper integral. 好，我们再看我们要满足这一个。那么满足这个呢，还是同样的，我们考虑这个 a， 对吧？那么同样的。我们 a n a 直接抄吧，好，那么我们得到这个 a n 呢， a n 加一是 open， 这步你们知这个这一步就很容易理解，因为我们是这个对吧，它就是开几，同时呢我们有这个，这个看一下定义就能知道了，那么就得到了什么 ?dn, 它是对吧，因为它是 dn 加1的子集，它是个开集，并且它都包含了 dn, 那就能得到这个关系。好，我们现在 construct 一个 cn, 对吧，我们这里说的是个 cn,对吧，好，那么这部分写的比较省略，那我就仔细的过一遍，我们把这个逻辑过一遍。对于这里的 P 呢，因为它是 dn 加1的对吧，那你存在一个 closed cube, 那这个 closed cube 为何存在呢，因为什么呀，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它在开集，那么它肯定存在一个开领域包含于这个对吧，那这个开领域呢，它 不单单是开领域啊，它不单单是一个，它是以 P 为中心的一个 open cube, 那么你把这个 radius 呢你变成一半，然后呢再把它变成一个 B 级，就是把它这个 boundary 也算上，因为你正常的一个 open cube 是这样子嘛，对吧，然后你取它的一半，你也算上边界，那这样子呢它就是个 B 级了，那么对吧，那这样子呢它就是包含于这个的，那么它的 interior, 你取它的所有的 interior 就是它一个开覆盖，它的开覆盖呢肯定是包含于 dn 的，因为我们取的是对于任意的 P 属于 dn 对吧，这样子，然后呢因为 dn 是 compact 对吧， dn 是 compact, 你就有限个，然后呢让 cn 呢 cn 呢让它定义为什么，就是有限格，有限格这个有限格这个 close cube 的 union, 然后呢 cn 它是 compact rectifiable, 为什么它首先它是 compact, 为什么，因为它是有介级，它是有限并，它是有介级的有限并，同时它是个 B 级，因为它是对吧，B 级的有限并，所以呢它是 closed and bounded, 所以它是个紧集。好，那么为什么它是可求长集呢，首先呢 closed cube 呢它们都是可求长，为什么 closed cube 可求长，因为呢首先 closed cube 呢它肯定是有介，并且呢它的 boundary 呢是零测度对吧，你看你一个 rectangle 它的 boundary 是不是零测度啊，我们说这个 rectangle 其实这个 cube 就是个 rectangle, 它的 boundary 是零测度，这个是有定理的。好，那么它是 rectifiable, 同时呢 finite union of rectifiable set 还是 rectifiable, 我们之前是讲过这个的，找一下有限对吧，S1 并 S2 还是可求长集，它的有限对吧，有限交并下都是这个可求长。好，那么我们就有这个对吧，有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就发现 D
dn 呢，它是 cn 的这个内部，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对吧？因为这一个，好，那么这个呢是根据这个定义啊，这个是根据，那这一步呢，又是根据我们的这个 construction， 因为我们每一个领域呢都是这个，对吧？每一个 p 都是这个 dn 加一的自己。好，我们假设。Assume f 呢，它也等于零，那我们就能得到 f， 它是等于它的绝对值。好，因为什么 ？cnf 它是单调递增的，也就是说呢，它收敛当前解当它是有界的，对吧？好，那么根据这一边，如果它存在，如果这个如果它是 integrable over a， 那么根据我们刚才一开始的定义是那个 supreme of all， 对吧？ let d range over all cr subset of a， 那么呢我们就有什么呀，它是不是小于等于你每一个 n 呢，它肯定都是小于等于 supremum， 对吧？ supremum of all this， 那么就等于什么 af， 这是什么呀？对于任意的 n， 对吧？也就是说什么，也就是说你这个序列它是有界的，那就证毕了呀，已经证明它的极限存在了。但是呢我们还要证明什么，这个公式，对吧？这个公式，这个恒等式它是小于等于 AF， 对吧？那么这综合来看，对吧，就有这个等号，对吧？这两个都有，因为这个 f and only f 就是这个 and 这个，对吧？这个 a implies b， 同时这个什么 b implies a， 对吧？我们证明它这个是 true。 a implies b， 我们能得到什么？ a implies b， 我们得到这个，同时我们 and 这个，也就是说，对吧？所以它这个逻辑上还是有这个。有一点这个 trick 在里面。第二步，我们 f arbitrary， 我们就是什么呀？我们知道这个，如果它存在，对吧？我们已经知道当下行呢，这个 f 加。和这个 f 减是存在的，对吧？这是我们这个定义，对吧？那么它存在，这个根据我们第一步 step one， 这样我们已经知道什么？这个 cn f 减 cn。f 加它是有界，对吧？同时呢我们有什么零小于等于 f 减加，那么是小于等于 fx， 对吧？因为有这个所以它是有界的，同时呢 fx 等于，对吧？也就是说，
这一步呢再推，他有解，当前解当他有解，对吧？我们证明的是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他有解的话，他们俩就有解；如果他们俩有解的话，他等于这个，那也是有解的，对吧？所以他们这个有解性是等价的。所以说呢，若它是 bounded 的话，我们得到什么？这个 CNF 加呢，它的 limit 是这个减呢是这个，对吧？所以呢，它呢是收敛的，对吧？好，那么同时呢，同时我有什么等于加减，根据这个 linearity， 对吧？也就是说什么呀？这个呢，这样，它等于它的极限呢又是F 减，那它又等于什么？根据这个定义，对吧？那么这就证明完毕了。好，下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基本的性质啊，就是它的 linearity comparison， 我们是这个广义积分的性质哈，它这个linearity comparison 单调性和可加性，这个呢，其实我们看一下，15.3，我们就用这个 compact exhaustion， 我们就 focus 用我们这个 compact exhaustion， 然后呢，我们将它和这个常义积分做一个联系，其中这个 d 呢比较复杂，因为我们是什么 a 并 b 和 a 交 b， 对吧？那么呢，我们就讨论 A 的 compact exhaustion 和 B 的 compact exhaustion， 我们分别讨论，然后在它里面的每一个子锦集呢，我们做它们的交和并，那么就是它的 compact exhaustion 和它的 compact exhaustion， 好吧？那么这个证明呢，其实不难。然后我也快忘了，我也懒得看了，它不难。是真不难，我都觉得不难。OK， 15.4，跳到15.4。A， 它是个，我们就是将这个广义积分和常义积分呢做一个联系，就是说如果 A 呢它是个有界开集，并且呢 F 呢它是从 A 到 R， 它是一个 bounded continuous， yeah， 然后呢，它是 bounded open。也就是说它 bounded 我们考虑它的常义积分，它是 open 我们考虑它的讨论它的广义积分，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个有界开集，那么你有两种积分，一个呢是你的广义积分，一个呢是你的常义积分，那么呢当这个 f 呢它是个有界连续函数，首先要知道 f 呢如果你的定义是开集，你的项级不一定是有界的，对吧？那么随便讨论，就比如说你 fx 如果是 x 方，然后你的 domain 呢是 0 to infinity， 它是 open 的，那么你的 image 呢 0 to infinity 是不是也是 0 to infinity， 它也不是有界的，对吧？所以呢你首先你得是个有界的连续函数，然后呢这样的情况下你的广义积分就存在，同时呢，若
不一定，就是如果它这个常义积分存在的话呢，那么这两个积分呢就是相等的，好吧？这是15.4，先写一下。15.4，我看首先要讨论一个引理，就是说 intersection of two subrectangles is measure zero， 任意两个子长方形的交集都是零测度积。那么它的证明呢也比较简单，两个 subrectangle， 你想 subrectangle 是什么呀？就是你对吧，你取它的 intersection， 你有这么多个，你有这么多个，然后呢你每一个呢都是有 partition， 你 partition 区，就比如说你第一个 R1 呢是这个对吧，你 R2 呢是这个，那么 extreme case 就是极端情况下呢，我们只有一个维度下它不是同一个 interval sub interval，对吧？如果你全都一样，它其实就是一个 rectangle， 也就是它不是两个 different sub rectangle， two different， 这里不够严谨，是两个不同的。如果任意两个的话，那 R A R G， 如果 R A 等于 R G 的话，它的 measure 不是零，好吧？那么得是两个不同的，这里不够严谨，抱歉。好，那么极端情况下，就一个维度上他们是闹不愉快，其他他们都相处很融洽，那么他们的交集呢，你取他们的交集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一个 T1 乘上它还有它，写下来就是这个，对吧？我当时懒得写的，反正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嘛，不。那么这个集合呢它是零测度集，为什么？因为 T1 和 T1 加 delta 乘上不，它 cover 了R1 加 R2， 对于任意的 epsilon 呢，我们只需要选一个 delta 足够的小，只要这个 delta 足够的小，因为你这个体积它是什么，这个减这个那就是一个 delta 乘上这个减这个那就是 C1， 就假设一个 C1 嘛，那 delta 乘上 C1 一乘上 Cn 就假设它是一个大 C 嘛， delta 乘 C 小于delta 乘 C 你要小一个 epsilon，你说让 delta 小于 epsilon over c 就行了，对吧？那么这个 delta small enough， 那它其实就满足了这个零测度定义，好吧？好，这个引理呢就先讲到这里。我们看这个 15.4 的证明。 15.4 当 a 对吧，你看我这里 remark 也写了，这是我几天前考试前一天三天前写的 notes。当 A 呢它是开合有界对吧，我们就可以考虑 both x and ordinary， 第一步先证明它存在，第二步大于等于零，然后再呢讨论它是任意的，我们就是三步，老三步，三步走，对吧？第一步呢，如果它是有界，我们取任意一个 CR， 然后呢我们 compare 什么，我们 compare 它的积分，第二步我们证明这两个，然后呢我们再选一个 D 呢是 A 的 compact rectifiable set， 我们再选一个 Q 呢一个 rectangle cover 了 A， 然后呢我们 work with partition， 就是我们 随便取一个 partition， 然后呢它这个 Q 里的 partition 呢它只有几个会是 A 的子集是包含于 A 的，我们令 D 呢是他们的一个并，那么它这个并呢其实是一个 compact rectifiable set， 对吧？这个其实你仿照我这里的这个 reasoning， 其实就很快就能得出来它是这个，对吧？ compact rectifiable set。 然后呢第三步呢我们考虑的是任意 arbitrary， 对吧？我们用这个 step 2就行了。好，那么这个证一下，第一步 step one 存在，对吧？我们让这个 Q
是一个包含 a 的这个长方形，同时呢，因为它是有界，对吧？然后 d 呢 ，cr a 的子集，也就是说，我们有什么？这个是小于等于什么 ？m 嘛。它是 compact rectifiable， rectifiable 是什么？就是 rectifiable 就是什么？这个存在，你看就是这个 linearity 对吧？这就没问题了。它小于等于什么 ？m d， 那其实是小于等于什么 ？m 乘上 v q， 对吧？这个是思考一下 bound 这个 integral over bounded set， 对吧？那么就得到什么 ？a f 是存在的，对吧 ？by 什么 ？by definition， 对吧？因为。因为你任意的 d 呢，你任意的 d 呢，它都是有一个上界 m 乘 vq， 好吧，你这个都有个上界，那你这个有上学界就存在了 ，by definition。好 ，step two， 好，我们假设这个。假设它这个常义积分 ，ordinary integral 和这个 extended integral。ordinary 呢是什么意思呀？它呢等于 dfa， 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呀 ？f 等于 fa on d， 这个 d 是 a 的子集，对吧？所以你这个没问题，你不会跑到 A 外面。如果你在 D 里面做积分，对吧？你跑到 A 外面，它才会 vanish， right？ Just like Kobe Bryant， and D F A 呢，小于等于 Q F A。等于 对吧？为什么有这个呢？因为呀，我们是这个，QFA。dfa 就因为 qd 是 q 的子集嘛，对吧？而且我刚刚说了，我忘记为什么这个我们可以直接写出这个积分式，因为呢这个 d 呢它是个 rectifiable set， 同时我们这个 f 呢它是一个有界连续函数，对吧？那个 bounded continuous function of a rectifiable set is integrable， 对吧？好，那么这个积分是存在的，并且它等于它。然后呢，再根据有界积分的这个单调性，对吧？我们就能得到这个不等式。然后呢，你这个 QF 呢 ，QFA 呢，它其实就等于，F 在 A 上的常义积分，对吧？这是这个积分的这个定义。那么这一步任意的 d 呢都是小于等于这个 ordinary， 那也就是说它是个上界，那也就是说什么，它是小于等于广义是小于等于常义。那我们 OK， 那我们下一步肯定是要证明这个广义是大于等于常义的，对吧？那么就像我 hands 里面说的，
考虑一个分割，然后呢我们这个分割里面呢肯定有 R1 RK 呢它是在包含于 A 里面的，对吧？我们看这个图就明白了，对吧？这个是 D 哦，不，这个是 A， 你是个 Q， 你肯定会有几个子长方形，对吧？这些是个子长方形包含于 A， 然后呢你再取它们的并，全部所有并其实就是你这个 D 的，对吧？ D 这是你的 A， 这是你的 Q。 好，把这个图放在这儿吧。好， RERK 属是 A 的子集，那么 D 呢对吧，那么这一项呢我们能得到什么呀？我们 FA 的 lower sum 等于M R I F V R I， 对吧？FA 的这个 P 上的 lower sum，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考虑你像这样的一个长方形，对吧？它有一部分是露在外面的，那它肯定是取零了嘛，这个取零了，那你这个 M， 对吧？你这个 lower sum 它肯定就是小于等于零的，对吧？因为这个什么 M R F A 呢是等于 M R F 的 F R 呢是 A 的这个子集，哦，它是等于零，因为我们我忘了我们定义这个 F 是 non-negative，otherwise， 对吧？其他情况它就等于零。好，那么，那你这个 lower sum 其实就等于它这么几个，对吧？然后呢，这么几个呢，它又小于等于什么？接下来的操作可能会有点看不懂，但是我会解释一下。为什么等于这个？它在 Ri 上的这个积分。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什么？这个 M 再乘 VRi， 它呢是小于等于这一个的。你只需要考虑它的这个 trivial partition。就啥也不分，你就把它放在那儿，你不分割，它也算一个分割，就这意思，对吧？它是个定义嘛，听起来很绕，但是它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因为我们知道什么，这一步粘贴，这个呢，它等于什么？它等于这个。为什么？还记得 corollary 13.4 吗？在比较上面，还是翻一下吧。13.4，这里 ，SCSK 有介级，并且它的交集是零测度级。想到我们那个引理了吗？这个 D 呢，是 R1RK。对吧 ？R1 加 RK 的测度是零，这是引理。那么呢，它肯定是在每个 RA 上，它都，它在每个 RA 上肯定都是可积的。那么就有这个，对吧？好，它呢，
小于等于什么，它肯定是小于我们这个广义积分的，对吧？ df 小于等于广义积分，同时呢因为什么p 是任意的，对于任意的呢我们都有它小于等于它，那我们就有什么呀，那它是它的一个上界，那它的上缺界呢就是它啊，就是它，对吧，对吧，那就得证了，好吧。那么第三步呢，如果这个 f 呢是 arbitrary，它是任意的，这个那 f 呢就等于老样子减 f 减，那么 ordinary af 存在，它存在，也就是说 ordinary 的 af 加和这个 f 减都存在，对吧，f 加 f 减都存在，这个是根据什么，13.2，还记得我们之前定义的那个大 f 加和大 f 减吗，这个大 f 减，我们这个 f 呢就是我们这个 f， 但是我们这个 g 呢是 zero map， OK， zero map， 因为如果 f 负完这个 max min 就是 f minimum fx 和零 max 和零，对吧，这个想一想其实就是和这个 f 加 f 减是一回事，那么如果它们都是可积的话， fg 也是可积的，好吧，行，那这样子呢，那么这个常义积分呢等于这个等于这是根据 step 2对吧，根据我们刚才的，对吧，那么它减它又等于什么，对吧，这个等于这个是根据定义，那就证完了呀，对吧，都证了呀，那么我们现在还有个推论，这个定理是证完了，curly 应该是 15.6 15.6 我还是得翻一下，15.5 sorry， 就是说什么呀，同样的这个 setting， 然后说呢如果它的常义积分是存在的话，那它的常义积分呢其实就等于 anterior 的广义积分，为什么呢，我在这已经证完了 ordinary 等于这个 anterior 的 ordinary， 这是我们之前证的一个定理，同时 anterior ordinary 和 exterior ordinary 是相等的，这是我们刚刚证的，对吧，那就证完了，所以15.5证完了，对吧，好，那么这节课的内容是讲完了，但是我再加一个内容，再加一个引理，是为了下一节课做准备的，下节课我们要做这个什么，我们下一节课是，哦，我们这一章已经做完了，我们下一章呢就是换元积分 change of variables 的这个定理，就是我们要证明这个
多维情况下的这个换元积分这个定义。好，那我们这一章其实就算正式是讲完了。那么回顾一下这一章呢，我们先从这个积分的定义起步，对吧？然后呢，我们讲到了积分的存在性。积分的存在，它什么时候存在？它连续并且它非连续点是零测度集，对吧？然后我们讨论它的各种性质，像它的 linearity, comparison, monoticity, additivity, 对吧？好，那么过，然后对我们重要的，我们还是讲的 Fubini's theorem, 就是计算公式，对吧？这个 n 维情况下积分的计算公式。同时呢，我们描述完了这个长方形上的积分呢，我们并不满足，因为你光是一个长方形太单一了，对吧？我们要解释一什么是有界级上的这个积分，对吧？那有界级呢，其实我们画一个思维导图，对吧？我们是如果是 Q 之后呢，我们对吧，我们到这个有界级呢，我们再到什么开级，对吧？在我们在这之前呢，我们有这个什么这个可求长级 C, 对吧？ Rectifiable set, 就是我们先从长方形做积分，然后呢讨论它的可测，不是可测，可积性，可测是这个十分析的内容啊。那么我们来讨论有界级的积分，再与这个长方形的积分呢做连续。我们先是讨论了这个长方形呢，它这个是 independent of the rectangle you choose, right? 然后呢我们讨论可求长级，然后接着我们就来到了我们并不满足于有界级的积分。我们要这节课呢，我们就正正好好承接了上一节课讲的可求长级。我们这节课呢讲的是对于任意的开级，我们定义它的广义积分。那么在此之前呢，我们先对于任意一个开级呢，它都有一个紧致耗尽，对吧？那么我们就讨论开级积分，并且呢再与这个长义积分做连续。当你是个开且有界的集合，那么我们就是都讲完了这一章。然后下一章呢，我们就主要是讲这个换元积分的这个 change of variable theorem。好，那么这个引理呢，就是为下一章做一个准备。这个引理是什么呢？引理是对于任意的 n 大于等于零，这个 n 呢是这样就行了吧。fn 呢，它是一个从实数到实数的映射，并且呢，它的定义是这样子的。e 的负一分之 x 除以 x 的 n 当 x 大于零，它等于零如果 x 小于等于零，那么这是它的定义。那么它是什么 c infinity function。 那我现在现场证一下。第一步呢，我们先证明 f 呢在 c 是连续的。 fn continuous at zero, OK, 它为什么这是单元，这个是什么 single variable analysis, 我们是回到了这个 single variable 的，回到了我们看 Walter Rudin 的这个美好时光。首先呢，它有很多的 estimation 在里面，所以我就先直接写出来了。我们先证明什么 a 小于 ea 对于任意的 a, 然后呢我们再让 a 等于 t 除以 rn, 这样子呢我们有了这个呢，我们就可以 conclude我们可以得到 TNET 小于 RNET 除以 R, 对吧？我们就把 A 等于这个带到这里面，就能得到这个公式。
好吧，那么我们要证明这一个，首先如果 a 小于等于零的话 trivial 对吧，这个是没 不用证的，因为它是永远大于等于零，它永远大于零对吧，如果 a 小于等于零那就不用证了，所以说我们考虑 a 大于零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 fa 呢是等于 ea 减 a 对吧，我们让 fa 等于 a 大于零 fa， 我们定义 fa 对为这个好，那么 fpa 呢定了一个新的函数等于 e 的 a 减 e 对吧，那么我们知道 fpa 它是什么，它是大于零的，对，那么它的导数是大于零吧，因为我们这个 a 是 positive， 那么它是 positive 的话呢它就是大于这个 e 对吧，那它减一肯定是大于零嘛， fpa 大于零那它肯定是同时呢 f0 等于一，也就是说 fa 大于零对于任意的 a 大于零对吧，所以呢让a 等于 t 二 n， 那就什么我们就能推出来什么 t n 二 n n t 一 t 二，然后呢我们让 x 等于 one over t， 我们就有什么对吧，然后呢因为当 x 趋于零 positive 的时候呢 e 的 2x 那么就有什么，它是不是趋于零了呀，对吧， e 的 2x 趋于无穷，因为这个是什么，这是 squeeze theorem 对吧，两边这边趋于零这也趋于零对吧，那中间的就趋于零对吧，所以呢所以我们得到什么，这个是这个对吧，那是 fnx 当于这个 x 趋于零 positive， 它等于零等于 f 零，那是从 zero from the negative side 就是不用证，因为它都是零，对吧？好，它是连续的。然后呢，接下来 step two 它是 differentiable， 那么证明它是连续性的，它的可为，那么。我们就只需要考虑它的 right derivative， 因为 left derivative 肯定是零的对吧，就不用证了， right derivative 就是说这个 fn h 减 fn 零 h 等于什么 fn h h， 你直接代入进去它其实是小于点什么，根据我们刚才之前有的这个结果乘以一分之二 h，好，那么对于这个极限呢对吧，对于这个极限呢我们有这个 h 乘一 2h， 我们有这个它是等于什么，它是等于h 乘上一个我们用 e 的这个定义是什么 2h 乘上 k factorial， 这是 e 的这个定义，
好吧，那么这一项展开呢，你发现当这个 h 趋于零的时候呢，这个是趋于无穷的，对吧？这整个东西，也就是说它底下是趋于无穷，上面是一个 constant， 所以它趋于零，对吧？它趋于零，同时呢，对吧？它就是零了嘛。这个看一下就明白这个意思了。然后呢，三呢，我们能证明什么？fpnx 等于 fn 加 2x 减 nfn 加 1x， 这个根据直接算就能得到这个。然后它如果是 c 无穷的话 ，by step 3， 对吧？那就整完了。好，这节课就先到这里。